来，大家好，我是 Trap 的阿旺，欢迎收看 Trap Channel。还没有订阅我们的朋友们，请点赞、分享跟订阅哦。OK， 说、so, 今天我会教你们用一个 software 叫做 CapCut。OK， 这个是一个很好用的 software 来做 video 的。所、so, 以平时我们做 video 都是用电脑来做嘛吧。OK， 但是你现在没有电脑，你只有手机，要怎样 fully utilize 你的手机的 app 呢？我们会介绍你用这个 CapCut。所以 CapCut 是一个 software， 你可以 download 了。这个你在App Store， 你在 Play Store 也是可以 download 的。你看，因为这是华为也是可以 download。OK。其实很简单的利用，你可以填写字，你可以放歌，什么东西都有了，很简单。一开始你进去，你只要打开 New Project， 过后去选你已经录好的 video， 你要 edit 的 video 啊。所以如果你要放里面的声音的话，我会建议你直接按这个，这里有一个 Mute Clip Audio， 你就点击 Mute Clip Audio， 它就会 cut 掉你那个你这个 video 里面的声音。通常我都除非你这个 video 有讲解啊，没有的话你就可以直接cut 掉它。过后你加你的 audio 进去，你的 audio 有很多种 audio， 你可以 voice over 放，因为通常录影的时候 video 可能不大好听嘛，你就用 voice over 啦。不然的话就是用这个叫做有那个歌，你可以选择它的歌，有很多 pre-log 的歌在里面。有 warm hill vlog beat 这些哦，如果是我这里，它这里有很多个 sample 可以给你选择，好像是我就随便选这个理由，我们试试看听一下这个理由什么歌，这个不够 hot， 我不要，我要比较有 beat 的歌，我就选 fresh， 有 beat 的歌，有 fresh， 试试看这个。OK， 我就放这个，我就觉得这个歌不错嘛，我就放这个歌进去了。OK， 说、so, 好，就是这样子哦。OK， 说、so, 大致上是这个是你的歌就解决了。OK， 解决完歌了过后呢，我要放字。OK， 我要怎样放字的话，你要选择你的字在哪里。OK， 好像这边我要推销我的这个 product 嘛。Okay， 我就可以放加 text， add text， 你就写了 TFT TFT screen， 过你就可以放你自己要放你的字眼在哪里。 OK， 好了，过你就可以选择你要用什么字，你要什么颜色，你要红色、黄色、白色，全部都可以自己填。过如果那些你要你的字有 border 的话，你也是可以放，或者不要 border 的话也是选择 no border， 应该是非常的简单。过你也可以选择你要不要用什么特别的字啊，你要什么你的 font 啊，全部都这边都可以选择。 OK， 所以你填写好了，那些你觉得你要更加美的字，你可以用 bubble 那种比较特别，好像那些你的字你要有一个格子的，你要怎样的都可以，或者你要它会动了，你要它会动了 ，Go Bubble 那边你就关掉了，它会动了，就这样子咯。但是你不要的话，你就关掉。你要有什么 effect 比较大的 effect， 然后你看到有些人的字笔很漂亮啊，你就也可以加这个字上去咯，你自己喜欢。OK， 它有很多功能。OK 了，你按打勾，勾你就可以拉它的时间。OK， 那个字要显示几久？你要比较短 ，OK？ 你觉得知道哪里？知道这边，你要知道这边的话，你就拉、哦，这样子拉，拉完了 ，OK 了，你就去看别的东西。你要再加了一个字，你按这里按 back， 再 add 一个 text， 那是 OK， 写这个字 pen， Only human test example 啦，我们写啦 ，OK， 打勾啊，因为我要让他们知道嘛，我的功能只是我的 function 很好嘛，只是能给只能验人的嘛 ，OK， 所以我的字就在这边 ，OK， 放完了，这边我要加的一个字 add text。这边也写
OK，OK，okay. Okay. 你自己调哦，那个字你要放几长？OK，到这边咯，给、okay. 过后你就继续看咯。给、okay. 这边我要补多一个字上去咯，再补多一个 attacks hundred percent refine effect，我要让人家知道我的东西是真货嘛？OK，打勾，勾你看你要放哪里了？我的建议是你的字啊，你的字啊，可以的话，star 啊，用这个啦，这样子人家比较容易看到，因为你有一个 framework 嘛，比较容易看嘛。这样就好了。所以，如果你是还要加什么特别的字啊，你要或者你要讲你要简介啊，好像有一个 part 的 video 在你不想给人家看到啊，你可以 click 这边，勾你可以选择 split，split 的话，你还打比方，我觉得这边太长嘛，对不对？我觉得这边这一 part 我想剪了，我点击这个 video，再点击 split 的一次。它就会 automatic 会给我问我要 delete 还是什么？OK，那是这一段嘛，这一段我不要按 delete 啊，它就帮我 delete 掉，给我帮我继续 connect 啊，看到吗？或者你要加东西进去也是一模一样的，你只要放进去这边，你要加，你按加 sticker 就好。或者你要哈，好像那是这有一个 transition 嘛，对不对？我可以按 add transition。OK，transition，你要我怎样 transition？你要我这样子。你看这些东西全部都可以，这就是你平时看到的，那些 effect 咯。所以是看到吗？所以如果你那些你不要的话，你就选 none。OK，so 当你这些全部做好了过后，你就可以再设置一下。简单，好，打比方，你想放一点 sticker 下去也是可以的，有很多 sticker 可以加。OK，你喜欢你要怎样放 sticker，全部就是这样子吧。OK，所以做 video 是这么的简单，所以我这个只是一个 demo video 啦，我就不要做太长，我就是这样子大概给你们看就好了啦。OK，说确保全部 OK 了，然后这个歌比较长嘛，记得去 cut 掉它这个 video 啊，这个歌。你不需要要这样长的话，你按 split for 这个格，后面这 part 你就 delete 掉，给你的 video 就会到这边了。OK，好了，你就按右上角 export。你就把它就等你 ready 了。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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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基本上改次你们讲，你们不会做 video 啦，你们不可以有这个借口了，因为现在有这种 app 真的非常的容易。我觉得电脑如果有这个 full version，我也是会用电脑版的。OK，做好了你就可以 WhatsApp 你的朋友、Facebook 或者 other video undone 就好了。OK，所以今天的 video 就到这边为止。喜欢我们的朋友们，请点赞、分享跟订阅哦。还有，如果这个 video 帮到你，想要请我喝茶，也是可以 join 我们的 membership 来看更加资深的 video。谢谢你们的支持，拜拜。